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，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会不难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安，大家好。咱来现场电话台北空零零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空零零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咱这个电话员小董树林，要来订正的电话台北空零零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。那么警察遭受到枪击身亡，那么疑似砍拖山鸟处嚣张哦嚣张案安尼啦，啊这唔知有啊无咱唔知啦，来阿宏，甲看内容看卖啊吼，嘉义市。保安队霹雳小组干员林进忠遭受到人连开三枪，那么散弹在体内爆开啊，全身都大概33个这个弹孔，因为散弹砰一出去四散去啊。
私人的这个电话拍摄哈，耽误一分钟哈、啊。来继续。所以说那呢，因为伊这线断，所以拍起来呢，全身骨哈、啊，那么有差不多33个这个断坑。那么线断的这个坑，那么送医了后不治，阿来身亡。那么这起抢劫案，那么警政署高度的这个关切，当然啦、啊，因警察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警察当然呢、啊，向枪杀啦，对不对？向开枪，甚至的时阵呢、啊。有传讲可能甲山鸟处消防案有关系安尼啦，不过警方出面都否认啊啦。目前锁定特定对象伫咧追捕，希望讲会当真紧啦厘清真相。那么伊为林进忠在天之灵啊呢？那么体格。真强壮，伊这个林进忠身中三千，中的唔是普通的这个子弹啦，就是讲迄个枪支是一粒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会烫过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为器官伊这个受伤，伊这个所在无遐尼啊大。但是这不是啊，这是散弹，而这个枪支啊，落去拢安尼回巴黎了，而且伫个体内过爆开的，过爆开吼，所以伊这个警员则不敌来死亡，无人抢救。那么，致人于死，意图真明显啊！这当然伊安尼讲，但是我有一寡解说，因为安怎讲，伊体伊的枪就是敢那迄个散弹的枪啊，对不对啦？伊所有的枪都是迄支散弹的枪，所以伊就用迄支枪来甲拍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有当时啊吼，阿洪认为讲吼，像伊这警察咧讲的，嘛无一定对的。安怎讲？啊，伊就伊咧使用就干那知影迄支枪安尼啊，伊就无其他的枪，你要叫伊安怎叫其他的枪夹来？当然就夹伊个散弹枪啊，都甲拍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哇，又伊要好死啊，这块无认为咧，啊，无认为阿洪就是安尼解说，啊，大家去听看卖啊，看我咧安尼咧解说，是毋是讲有理啊？无理咧，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但是我咧解说应该是有理才对，但是当然啦、啊，伊要拍，当然嘛是要拍好死啊。对不对了？但是伊即马认为讲，甲我咧讲的有小可有出入，小可有出入。但是你甲看，伊拍巴肚，这运动啊，心肝落去就绝对死个啊！吼，你讲对唔对？但是伊奈无拍心肝，是毋是？伊奈要拍巴肚，有诶台嘛是同款啊，台巴肚，对不对？抬巴肚较袂死的，你若胸部咧抬较会死的，见面都插了肝、心脏，对不对？迄种较会死。所以看你安怎过水，但是阿洪咧过水应该是有理才对了，吼，毋是全部无理吼。那么外界怀疑讲，甲正月27日，警方破获一起专门吸收
算讲逃走的，而且个外劳山鸟厝集团有关系啦。那么当时王姓的这个祖先，伫咧讲赃物大多数拢是卖乎这个礼品店。那么伫其中有一间，就是林振中因某所开的。那么这经过两天安尼，林振中就予人拍死去。地点就是伫个伊礼品店的门口。那么，这会予人引发到这个联想。那么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吴国明、甲山鸟处、甲创品案，拢无关系啦。然后，到创品案，啊来搜索，经过。阮的这个管道了解，就是因警察的这个管道了解。那么这个案啊，甲山鸟处无关系。另一个这个嘉义市保安队特别小组，的这个林正中，昆布单纯只负责巡逻的这个防治的，表现真好。那么无甲人结怨。那么这几年，将着重心放伫个礼品店的这个经营，然后用啊，就去甲因某游山玩水。厝内的人实在想袂讲，安奈造成啊，这个坏祸安尼啦。希望讲真紧抓到凶手。害林振中一个公道安尼啦，这是民事新闻吼，诶，这个嘉义市报道安尼，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吼。来，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来，赶快听一首阿宏所唱的歌。来，钢钉十三反对，共同心中再见，拜拜。行路如行，一路顺风回故乡，在港口摇来摇去，大笑船过年。想起你路过海边，古拉斯拉一杯酒，在酒店里找袂见马多罗斯，情也醉。港顶。十三反对，阮向青春风微微，石头烧了无人影。情相对，影影相随，讲话糖蜜甜。五彩色的红尘，引阮踏入爱情池。我一笔一滴过去，是你落头好一张。钢顶十三反对。春来心情摇动，明日无你心相印，三
算起小辈彼时双人心相比，不敢辜负我彼杯饮酒介绍阮心里，看天星茫茫台叹我月娘看平年，感情十三番地。